保卫打野只用二技能可以击杀十五级满血元歌，首先赵云失败告终，达摩登场，出装都是全输出装备，就差一点点，可惜了。钟无艳差两格血，最后新英雄影登场，他能不能成为唯一可以成功的英雄呢？轻松挑战成功，伤害还溢出了很多。